月5日，熊猫直播创始人王思聪现身上海 ChinaJoy 出席一年一度的活动。这场打着王校长亲熊猫直播吃了一个佛跳墙，快来抢福袋吧口号的活动，底下的观众和粉丝如云，现场更是很多美女主播现身。站在活动舞台上发言的王思聪脸上洋溢着满满的笑容，对这场活动深受大家捧场感到开始分心。他表示这一年一度的活动和往年一样，有很多粉丝来到现场，又能看到他一年一度的献丑。在活动上，王思聪亲自挂帅 IG 战队，与熊猫主播来了场 LOL 对抗赛。在对决前，王思聪再三感到荣幸，表示很谢谢大家能来现场捧他的场，能来现场看他。虽然当天出席活动的王思聪身穿一件白 T 恤，戴着顶黑色的帽子，看起来十分低调，但他手腕上有一块蓝色的手表很是吸睛。网友们查了下这款手表的价格，发现这款手表价值600多万。网友对于王思聪手戴600万手表各持看法，有部分网友羡慕王思聪这样的有钱生活，戴手表堪比带着一套房子。有的网友则是表示已经看惯了王思聪有钱的生活，表示戴600万的手表没什么大惊小怪。林更新的粉丝评论亮了，该粉丝表示看到王思聪手腕上600万个表，立志要努力，以后要给林更新买个700万的，并且该粉丝还表示绝不能输。